意思得分我一半，咱谁也别占谁便宜。嗯，怎么办呀？我才吃两个。妈呀，这投远了呀！哦，跑得贼快，一溜烟就没了。这是我的战术，刚才只是诱敌之策。他刚才拿走了，只是我练手的。你看这些才是我精挑细选的精兵强将，更好是在后面呢。是吗？快快快！栗子除了传统的炒，咱现代人还可以烤啊。听报道说栗子是危险品，不开口烤可是会爆的。压口子可比炒栗子文静多了。别看我压了这么多，咱一点都不累。好了，可以煮了。煮栗子放盐是为了不粘内膜，煮五分钟焖十分钟。这个时候呢，栗子是半熟，捞出来等它控干水分的时间，重点是要搞个糖水，这个配比的甘甜味刚刚好。关键呢是让每个栗子都裹上糖水，然后就摆到烤盘里，可以入烤箱啦。预热好的烤箱200度20分钟，中途得再刷一遍糖水啊。出炉的栗子看着就很甘甜，而且不伤手不费力，轻松剥壳，完全不粘内膜，口感也是超香甜软糯，嗯，比昨天炒的还好吃。嗯，你还别说，真比昨天好吃。你看，我就说好的在后头吧。哎，有人敲门。哎，我刚才约陶姐了，听她说你正在做栗子给大家吃啊。啊，她不是她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哎，不是，那盘子。哎呀妈，这是不是也是你的计划之一？嗯，是不是还有更好吃的？我看看你又做什么好吃的了。粥啊，粥你爱吃啊？这大鱼大肉吃7天了，不得喝点粥清清肠胃啊？太单调了，能不能给我换个别的？行，我给你换。滚！来，排骨。是什么？橘猫吗？什么橘猫啊？那是排骨。那你别动我的粥啊！大鱼大肉过后必须得来点粥配个咸菜清清肠胃，不是想想就觉得美味舒畅，所以我一大早就去买了各种蔬菜。说到咸菜，那必然萝卜，但是胡萝卜让这小子吃有点难度。雪碧黄瓜已经火了好一阵子了，今天来个雪碧一切。你想多了，这些是你最讨厌的蔬菜，看到了吧？这不是，这也不是。好了，一边玩去吧，把座让给我，把这一张张的码起来，有点数钱的感觉。根据容器的形状码进去，也可以来个混搭配色。萝卜躺好，开始调料水了。这应该是最简单的料汁了吧？烧开，浇到蔬菜碗里一半。这时可以放点配料，虽有辣椒，腌后并不辣。然后再把灵魂的雪碧浇满到咸菜碗里。相比传统的酱黑色系，这应该是最有颜值的咸菜了吧？而且腌的时间也就一晚上。第二天就已经很入味了，就可以拿出我的白粥就着吃了。哇哦，酸甜爽口，脆脆的，太下粥了。哎呀，这小咸菜一吃，这酸甜可口，配上这小粥，太好吃了。哎，你有咸菜怎么不早说呀？真的是。有大蒜我不吃了。滚！你小子给我等着。妈妈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这是我特意为你榨的果汁，祝你年年18岁。哇，好感动啊，还是儿子懂事。哎，我行吧，生日快乐。就知道你喜欢粉色，要保护好双手哦。生日送胶皮手套是让我无休止的做家务吗？哎，儿子，你说想吃泡芙是吧？今天给你安排大生日的送手套，那我就让你尝尝芥末泡芙的滋味。但是儿子还是很暖的，泡芙无非就是馅和皮两个糊糊，卡士达馅的牛奶是必须的，加热的牛奶正好融化黄油，再把蛋黄糊混合进去和和匀了，再用奶锅炒成固状，卡士达酱就算完事了，跌到容器里铺个贴面面膜，冰箱冷藏开始搞皮，再称重一份牛奶倒到奶锅里跟黄油白糖一起融了，还有一点水，完全融化，再把低筋面粉扔进去炒成底部有点糊化，炒成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，转移到玻璃盆里晾凉，全蛋液分个几次搅拌进去，最后挂到硅胶铲上呈现个倒三角，泡芙体的面糊也就 OK 了，装裱花袋里挤到烤盘里，想要挤得均匀点就得屏住呼吸，千万别大喘气儿。挤完晒个糖霜是为了膨胀的更大点，烤箱20分钟小细条就蓬起来了，刚出炉的泡芙超级香，等它降降温来搞个脆皮，今天心情好给儿子搞2个口味，
白巧克力加可可粉就是抹茶味了。等巧克力降温的时间，先把馅填上，填满再拿正面去巧克力脸蘸一下，闪电泡芙好看的外衣就有了。最后再放冰箱冷藏凝固，就搞定了，一份犹如闪电的泡芙就这么简单的完成了。这个甜品的名字应该是因为一看到它就会如闪电一般把它吃掉了吧。这么诱人的甜品就等儿子放学了。至于牛爸那份，对不起了，你也只能配这个馅了。哎，泡芙，我看一下，这不是大的吗？你吃这些啊？哇，好好吃。嗯，哎，给我来一个。哎，这个是你的，这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哎，跟我动。哎，你，我送你们点胡萝卜，拿去吃啊，别客气。嗯，为什么要送咱们胡萝卜呀？会不会有什么东西？哎，我知道，他不爱吃胡萝卜，肯定是他偷摸把他妈种的给拔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哎，阿姨，这么多胡萝卜，我们哪吃得完呀？一个就够了。难道是我种的胡萝卜？天哪，真给我拔了！你一个臭小子，为了逃避蔬菜，敢拔我萝卜？对付你这不爱吃蔬菜的小孩，有的是办法，看我怎么用蔬菜对付你个臭小子。小孩大多不爱蔬菜，其实关键在于搭配和味道，把他爱吃的午餐肉混进去，蔬菜们就有灵魂了。全部切好的蔬菜阵营有点眼熟，那蔬菜搭配搞定了，现在来解决味道。大部分孩子都爱番茄口味，我家这个也不例外，尤其是意面披萨之类的，所以这道菜叫 ra 什么，翻译过来就是蔬菜大杂烩。炒好酱，蔬菜们也该上场了。按照我这超高审美来搭配颜色，请问还有小孩会讨厌蔬菜吗？把蔬菜当披萨来做，我也算是有才华了吧。盖锡纸烤熟蔬菜们，这时太水了，再去掉锡纸，刷个油继续烤，这次就特别完美了。再拧点椒盐就可以吃了。彩虹的蔬菜正确吃法应该是加一打一起吃。哇，不得不说，各种蔬菜口味加番茄酱料绝了，这绝我赢定了。我看这个怎么是胡萝卜呢？那不是，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？这就是胡萝卜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道菜老火了，要不你试试一打夹起来一起吃。嗯，有胡萝卜味吗？没。我就说没有。给我来碗米饭呀，干吃啊。哦，这个要配意面。嗯，这张芝麻面真是 YYDS。怎么样，还不是被我搞定了？剩下的萝卜我打算做。假如年夜饭由我做主的话，我才不想吃大人喜欢吃那些菜呢。我想吃鸡鸭鱼肉鸭的话，烤鸭我妈可是能做出饭店那种酥而不腻的脆皮烤鸭。鱼的话，我想得是那种饭店新鲜的三文鱼刺身，不要蒸的，不要煎的，就要原汁原味的，而且要放在冰上能冒仙气的那种。肉的话，我想吃江雄千家那种大战斧牛排，上次我妈去都没带我，那鲜嫩多汁的我已经馋很久了，我妈肯定能做出牛排店的味。说到牛排，百吃不厌惠灵顿，过年嘛得搞一整条菲力来做，太长的话可以用我家铁板煎，这拉网酥皮一盖老酷了，这烤出来金黄的一长溜像一条龙，酥皮切开里面的肉好嫩。哦对了，我一定得要全熟蔬菜。哎，田馥罗，这各种颜色的蔬菜再裹那种泡泡面浆，这么一炸啥蔬菜我都爱吃了。还缺啥？哦对了，还有甜品，怎么能错过大红的草莓塔呢？过年嘛得把四种口味都集齐了，听说外面买得200多一个呢，我妈的手艺肯定不比外面的差。好像还缺个主食，没有哪个小孩能拒绝铁板上滋滋啦的香喷喷的炒饭。而且啊，我们不要做茶几，我们要做大桌。王小琪，王小琪啊，走啊，开饭了。哦，你看小朋友们都等你好久了。吓我一跳，等你。哎，走走走走走！哇，不是吧？我这不是在做梦？这不就是我梦想中的年夜饭吗？干杯！